梗系心虚啦，阿谦啊，你觉得同安哥嗰阵俾嗰个时候，佢有咩反应啊？我觉得佢好惊，好内疚，同埋好唔安乐。但系内疚都唔代表佢讲真话。我唔系咁谂。我嘅当事人并唔系不小心驾驶，验车报告指出机器有故障，本案纯粹系一宗不幸嘅交通意外。我嘅当事人，法官啊，我有想讲。 又俾得随便坐，你仲有咩想讲啊？我仲要出去。我真系唔知道点解你咁敌视我哋。我同 Mavis 佢哋都好关心你，想知道你有咩打算。我哋当你家姐就好似自己一家人咁样。如果你啲咩需要嘅话，你可以唔使啦，多谢关心。Alex 哥帮我搞紧，佢会 support 我去英国读医。都系嗰句啦，唔好太容易相信 Alex。我根本就唔系敌视你哋，我觉得只系大家谂嘅嘢唔同啫。 无论你点讲，我都唔会认同 Alice 哥系衰人，我亦都唔希望再听到你哋讲 Alice 哥系坏话。我揾过晒噶啦，佢哋要嘢喺晒度，呢度有你 chamber 嘅文件同 file， 就要 USB， 你攞去啦。而家佢咧又当咗我哋系衰人，嗰个江乐文咧就系好人，简直猪油蒙了心。如果佢包公夜审乌盘咁就好啦。算啦，我哋要讲就讲晒啦，要唔要听嘅自己决定。呢件事系时候放低，大家冇为咗烦落去，人总要向前看嘅。 Life must go on， 諾文、石師掂唔掂啊？掂，做嘢。仲有冇嘢要幫你手？嗱，而家咧一個 Norman， 我哋有兩份用，介唔介意借佢俾我執翻啲手尾？梗係冇問題啦，Norman。收到，多謝。麻煩你啦 ，check 下大師啲 file， 有啲客咧要跟開嘅，咁你 follow 翻佢 ，OK？OK。啊，仲有呢只 USB， 你睇下入邊有啲咩有用嘅，如果啱嘅，你就 download 翻嚟落嚟啊。 喂 ，Window， 咩事啊？今晚你落嚟我度嗲嗲佢啊！我今晚唔得闲喎，系咪咁唔俾面啊？嗱咁啦，你唔得闲啊，等我 call 人马上嚟你度同你爹啦，咁我俾足面你啦。唔好玩我啦 ，Window 哥，今晚见。 Window 食咗雷哥啲地盤，依家仲想搞埋喪 B， 一個月做幾場大龍鳳？其實斬傷人班估或者我哋拉咗幾個，而家淨係爭 Window 嘅頭馬傻輝。其實 CIB 嗰邊都跟緊佢嘅，知道 Window 有單大買賣，只要人贓並獲就可以拉人。但我啱啱收到線報 ，Window 想買起喪 B。咁我哋要及實 Window 佢哋，等我哋唔好咁容易爆大鑊。你點睇？去 Window 嘅場嗰度刮傻輝出嚟。 先嚟个下马威，然之后密密查牌，密密踢斗，等我哋知道呢排风声好紧，唔好乱咁嚟。OK， 咁你带队。Yes sir。小心啲啊。Sorry sir。小心啲啊。Yes sir。兄啊，出去拣阵，而家妹入嚟陪下 Alex 哥。好啊，唔使。唔中意我啲你，你唔想同佢饮酒先吓。你叫我做嘅嘢，我帮你做晒，讲我算数。我知你执咗回嘅事啦。 我亦都知你买咗下个月机票去英国，嗰边又冻又湿，你过去做乜啫？你咁叻仔，留低喺香港咪仲好，帮我做多一两单。对唔住啊，真系冇兴趣。我知你收到风噶啦，傻B想喐我，呢条靓仔我食硬佢，人我大把，我系争过食脑嘅啫。上次你呢单嘢咁得甩咗身，我真系好欣赏你，帮我谂谂佢，冧个傻B。
我一定不会代劳你。钱我俾到你少，总之你谂咗床边，你要话几时走就几时走。Sorry 啊，翻嚟唔得。你都可留噶，雷哥契哥我契弟，你帮佢唔帮我，即系唔撑我场戏，我劈有劈大噶。边条哥，我呢啲鱼毛虾仔啫，唔值得你出手嘅。啊，话你叻仔啊叻仔，抛你唔到啊。嗱，总之一句到尾，雷哥点对你，我点对你。以后有钱齐齐搵，谂谂佢。大佬，差人查办。又玩嘢。你陪 Alex 哥喺私家路走。系。请。攞两张相。攞晒身份证出嚟啊！经理，攞个酒牌嚟睇下。我而家攞啊。咩酒？我欧阳昌同警方不嬲都好合作。我哋先讲。唔使客气啦。呢排油尖旺立立乱，前几日有两帮人喺楼下喺度飞起，有一个疑犯叫傻辉，仍然在。有冇见过傻辉？傻仔、傻佬、傻婆都有，有冇傻辉啊？喂，有冇人叫傻辉啊？喂，傻辉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为咗确保市民嘅安全，我确系会上嚟巡下。你玩嘢？我唔系玩嘢，我做嘢啫。又点问边个唔识个边？我就系唔识得你，攞身份证出嚟睇下。我冇袭警，冇拒捕，冇强奸，你查乜嘢啊？先生，你咁 high， 我怀疑你服食过量药物。手足，搜下佢身体，佢有冇毒品？咩啊？咩啊？系咪倒晒办公啊？全部同我趴埋墙攞身份证出嚟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大家乖乖地，张生出嚟啊！你好嘢，好嘢，我做嘢啫。下次唔止我噶啦，可能 call 埋食环署啊、入境处啊、消防咁样入嚟。睇下有冇死老鼠啊，有冇黑工啊，有冇违反消防条例咁样啦。啊，仲要 call 埋控烟办啊！你张张台都有米缸嘅，吸烟危害健康。喐啊！迟咗成半个钟头啊！半个钟头可以消灭晒好多证据噶。讲，你头先查紧咩 case？ 阿生，你知唔知自己好好彩啊？有几好彩？第一，我今日由朝到晚冇嘢落个肚，我先至俾面坐低同你食餐饭。第二，由于我到手软脚软嘅关系，所以我俾你一卵嘴同我讲嘢，而我冇攞支枪射你，你仲咪行紧运？咁请问 Madam， 你头先做咗咩行动啊？伙计，整多支，加碟到丝叉面，快！正经啲答案好唔好啊？喂 ，Madam 做嘢使唔使同你交代啊？个场咪边度睇噶？关你咩事啊？我见到 Alex 鬼鬼祟祟咁走咗啊！你见到江乐文？系啊！你唔早啲讲，你见到啲乜嘢啊？咁佢同你查紧单 case 有冇关系？死八婆同村！隐形战队现已热播中，想睇更多嘅精华片段，就记得 subscribe 呢个 channel 啦。